这怎么的呢？抢歌，猜歌名，抢歌词。那我们要在这里进行的任务叫做“十八岁的歌”。十八岁的歌，两队成员听歌曲前奏抢麦答题，抢到麦克风的成员需答出歌曲对应的歌名与歌手，并说出这首歌发行时现场哪位成员正好十八岁。每答对一题记一分，最终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。 啊，太难了，随机的喂。歌手和歌名就已经很难很难的。我们先报一下大家几几年的吧。哦，是我们里边的谁的十八岁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是老歌统一，就是报这二位的。酸 Q 啊，酸 Q 啊。好猜，好猜。那你应该是一二年，我一零年。你十八岁是一五。获胜的队伍可以先从四首歌里面挑选一首，失败的队伍只能从剩下的三首里再挑选一首。好，好，那十八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，快去。十八岁的歌，第一题，请出歌，来吧。 快去！快去！什么歌？去，出去！哎哎哎！李晨儿，哎，干嘛？快去！出去！哎，我维持秩序的啊。他们都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先把这个队占了。我们知道。咋的呢？那咋的呢？知道。龙飞说：“龙飞说，凯哥，这啥歌？走走，给点。” 给点提示，什么歌？给点提示，给点提示。不放了吗？不放了，走。才放了两个音符。哎呀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能听见，你能知道吗？我知道啊。来，你来。好了，我来了。宠爱 TFBOYS， 然后是卓璇的十八岁。回答，正确。耶！ 咋都没结束？咱是一个年代的。我还没搞不明白。我把这首歌唱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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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
啥也没听出来呀。第二题，请出歌。马天宇。好，让你了，你了。马天宇该死温柔。对，是的。谁的十八岁？是你的吧？我说一个就行。他不是我们队。傅荣飞该十八岁。错误。怎么可能是我呢？马天宇十八岁，差不多吧。马天宇该死的温柔。你刚说的是你自己的是吧？没有，我说是陈哥的。周深的十八岁。回答错误。啊？有没有可能不是马天宇该死的，是个女生版的？是他的，是他的吗？前面就是这一版。好，马天宇，该死的温柔，是 ，B 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。你在你的生日输到了这道题，让我心在痛泪在流，这么多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已不能够，你这该死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，哪怕有再多的借口。你这样，下次你抢第一个，我排你后。先抢再说。对，先抢再说，咱自己补充。来，第三题，请听歌。先抢啊，抢，抢！但我真不知道人。啊，好熟啊，好熟！你先站那儿听。干什么？龙飞，你先站那儿听，还没上。
哎呀，好熟啊！不行，继续，我知道。插队，插队，我后边去。我这带牌，我告诉你，带牌，我滴滴带牌回来。你这知道？你这公共厕所啊，这是？拒绝黄牛啊！听都没听过，电视剧的歌啥呀？啥呀？我不能告诉你们，我要告诉 baby。咱俩他是别的队的，他是别的队的。何哥，请回答。跟你。我真不知道啊，我错了。没够，我不太记得歌手名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凉。排队排队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那个男偶，我知道。你这儿来来，女孩。凉。别再说了，别再说。凉了，凉凉也是。张栋梁。哦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张栋梁，谁的十八岁呢？你就说什么时候出的，导演。你就说我吧 ，baby 的十八岁。错、哎、误，啊错误，大凯哥下去下去，再见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周深的十八岁。错误。哎呀，我还没生呢那个时候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。为什么是哭腔啊？白鹿的十八岁。错误。我跟白鹿是一个女。北极星的眼泪，张栋梁，傅龙飞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，这是发行于2006年的《北极星的眼泪》，张栋梁演唱。没法玩了，能不能把周深开除？我来帮一下你们吧，我给你提答。你再回答，我就给你扔湖里。好，我没事，我可以变成大鱼。第四题，请出歌。我先给你们排着，这个一听就是晨哥他们的那个年代。这个不行，这前奏听不出来，听得出来应该是个二胡。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们的爱？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？啊！哎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咱猜年龄就行了吗？听他说歌名，这歌有点小众啊。我知道。这人唱歌的人是谁？龚琳娜，龚琳娜老师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。等一下，是应该是，我觉得反正肯定不是我们俩，排除是我，是我的，绝对不是你。白鹿，不，绝对不是，我觉得是他。卓璇，卓璇，回答错误。然后我猜，刚才是龚琳娜老师的法海不懂爱。然后应该是郑恺的十八岁。法海你不懂爱，龚琳娜我的十八岁。错误。陈哥的十八岁。喂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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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龙飞，谢谢龙飞。白鹿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谁的？白鹿。哦，我的十八岁。我刚说的是哦。什么都会呀、啊，很点歌喉，绝了！哪一首歌你都能跟着唱两句。今天的挑战是看你们放不放我不会唱的歌。白鹿真的很爱唱歌，我作证。第五题，请出歌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首歌最近很红的，就是我杨千嬅，凯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啊、我怀念的孙燕姿 ，Baby 姐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，Baby 姐。回答正确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那黄丽玲，对，周深的十八岁，回答正确。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当时。
是你。收。白鹿，你是万年历对不对？哎呀，不公平，就不考虑我们这年龄段的。来，下一题。好熟，很熟。先走过去，先去排个队。先排队。来来来来，请，请。啊，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这啥歌？是首老歌。啊，好熟啊！好熟，好熟。哦，我是被你扯走的，你扯掉去。哦哦哦！哎，你别走呀！那我不记得原唱。我是囚鸟。我是被你囚禁的鸟。应该是囚鸟，是谁唱的来的？这好多版本。这是我十八岁的歌吗？这是那个女生的男的。女的，女的。那女的叫啥来着？给点提示，快点的。这一分都没有的这边。以前有些什么歌？陈慧珊。陈慧珊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囚鸟。上面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点提示？囚鸟，就跟我一个年代的。哎，你答得出来吗？答不出来我来。你排下去。后面都是我们的人哦，那过来吧。囚鸟，我不知道是谁。你瞎说一个也行啊。不知道啊，瞎说也说不出来啊。想不起来了。彭羚。然后沙哥的十八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走了。去大餐去了。对，要干嘛呢？这是说吧，打神。我们马上要前往渔民渔庄，路程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。欢迎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玩一个车上游戏，获胜的四位成员将品尝酒兴酒碗桌宴。哇！而失败的成员只能随便的简单吃点。加油！啊！第一个游戏是心口不一。玩法就是每位成员拍一次腿，击一次掌，然后用手比一个数字，但是你手比出来的这个数字和你嘴巴说的这个数字不能相同，相同就失败了。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一，哦，哦，真的会错的，是真的会对的，真的会，真的会对的，拍腿击掌一。哦，八个人依次过去，然后中间有人如果错了或者慢了，这个人就淘汰了啊。然后我们最后剩下前三个人积一分。就是你就看五，然后喊任何随便喊什么，就不喊五就好了吧？对，来吧，开始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一，拍腿击掌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拍腿击掌是不用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没事儿，你愿意讲讲呗，可以讲出来。很蠢，说比较很蠢。七，这行了吧？好，行，跟想讲就可以讲，不讲就不讲，没关系。好，那从我开始，拍腿击掌七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五。哎，白鹿错了。其实你就拍五，然后喊任何数。白鹿 out 了， out 的人就可以举起锤子啊、哦、下一个在谁 out 你就可以打他了啊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为什么 out 的人举起锤子不应该输了的人？那我 out 了啊，我赶紧 out 呀、啊、那你就没分了呀。来啊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。哎哎哎哎哎，我 out 了。沙哥 out， 孙怡继续。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八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六六。我们俩特别自信，好有自信，特别自信，拍腿击掌六。等等会儿。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三，拍腿击掌七。别人说过的还能说吗？你不要老打断，你要继续。战术，战术。
战术，你这是个战术啊！哎，出局，出局，这出局，这出局，这轮必须出局，必须出局，要不，哎，男频民愤，我跟你讲，要不他结账。等会儿你别吵。好好，我来，我来，从我开始，好吧？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九，九。这什么玩意儿？阿德 out， out。拍腿击掌九。再给凯哥一次机会啊！啊，拍腿击掌五，拍腿击掌六，拍腿击掌三。啊！剩四个了啊！剩你们四个，深深、凯哥。来，坤坤，拍腿击掌九，拍腿击掌二，拍腿击掌四，拍腿击掌三。哎，缓一会儿啊！啊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，淘汰吧，淘汰。好，给淘汰了，找各种理由。那我们第一轮胜出的就是纯哥、凯哥和深深。可以换个游戏吗？我感觉一个都过不了。我们这个心口不一的游戏就要升级了。哎呦，升级版的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我想退出这个游戏。心口不一的游戏升级的方式是心口一致。升级的方式是我会为大家出一个小学生难度的加减乘除运算。来一个初中生的，初一的，太侮辱我！不要太小看我。大家要比出正确的答案，但是说出错误的答案。哇！还要说出错误的，那还是来小学生的吧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！哎呦。欢迎登录联合独播平台腾讯视频、优酷、爱奇艺，观看更多节目内容。那我们开始了啊！开始吧。二加二等于四。四，五四。不是说得说错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很难，因为你下意识嘴会说对的。你说这个对，它反着的。那我们要么反过来吧。刚刚这个当是的，好吧，我们从深深开始。有点紧张。二加三等于六。哇哦，厉害厉害。三加四等于八。哇。二加三等于六。一加一等于一。四减三等于二。你知道大家笑是为啥吗？为啥？你特别像个傻子。明明得一吧，你告诉我个二。坤坤，六减三等于。行了，你这个三，你得比对的，你要比对的，你要比对的。我淘汰吧，我淘汰。再问你一题。淘汰我！再问你一题，淘汰我！再问你一题，不行，就不淘汰你。复活。再问你一题，八减五等于。不好意思，咱这个没上过小学，直接跳到中学了。这个反应太慢了。淘汰我，淘汰我吧！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淘汰，不行，不能淘汰。复活。我再理解一遍，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要讲错的，我比的时候要比对的。行行行，再一次啊，九减五等于。七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意思。好了，淘汰我吧。好了，正式开始了。复活。复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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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正式开始。一加二等于五。下一个淘汰。太坏了！你把所有的人家丑都出完了。学会怎么玩，你就淘汰了。确实有点慢，确实有点慢，是有点慢。
接下来到孙怡了。二加三等于七。四加二等于五七。深深，二乘三等于八。二乘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都怀疑自己了。三乘三等于八，七减二等于五等于六，六减三等于四，二的平方等于你这，哎呀，二的平方啊，八，是吗？是。你怎么到我这就改成二的平方？上初中的了，建议你们早点淘汰，这种解脱。小学的就行，小学就行。三的平方等于三的平方等于几啊？好看。二十减十二等于八。好看。真真，六点八减一点八等于四。一点二加二点八等于。五啊，对，我淘汰，我想放弃了。根号四等于三，五，八十一除以九等于八。接下来找锤哥，等一会儿，是初中的还是小学的？初中的。好，五十四除以六等于八，错。这个比错了，我比错了。哦，这个是九。哎呦，我把这个不是真的，不，我算的是这个，但是我把这个当成九了。那也不行。这一轮胜出的是这四位吧？因为你们难分胜负。后面坐了四个学霸，怎么着？哎，坐了四个学霸。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个项目，哎，咱们还有多久到？第三个项目跟数学没有关系啊，比的是大家的语言组织能力。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尽量吧。我们八位成员一对一进行对决，双方只能用疑问句来进行对话。就是你的每一句话必须是问句啊。吃了吗？你觉得呢？我好吗？就是要合理的对话。合理的对话不能硬。就是我问你吃饭了吗，你要回答我什么？你觉得我吃了吗？你吃了吗？都可以。哦，还有逻辑要跟着他。那你们随便问我一个，我就你觉得怎么怎么吗？你觉得怎么怎么吗？哦，对，比如说你觉得你今天这些案子写得好吗？你觉得我写得不好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哎，这不就只要是杠精就好了吗？你管得着吗？这双方互相问，然后两两对决，获胜的那个成员可以积三分，就按坐的位置吧。我们从凯哥深深开始。你觉得白鹿这个人怎么样呢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我知不知道呢？差点儿秒死。你该不该知道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从哪儿知道的呢？快点说，我不知道呀。我淘汰了。等一下，不吧。来，因为这是第一局，就当试验一下啊，重新来。还要羞辱一遍，开始。你热吗？我知道啥呀？你怎么不知道自己热不热呢？我怎么能知道自己热不热呢？穿没穿衣服自己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衣服你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都不知道吗？穿没穿裤子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回答问题不太合理吧？有什么不合理的呢？你就完全顺着我的回答重复一遍啊。我没有顺着你的重复一遍的吗？我没有看你的熟目，怎么能淘汰？淘汰！复活！复活！所有的人下车都是我不想活，复活！复活！下一组，还玩？来下一组吧，这组深深胜出了啊！我够杠！深深太厉害了，深深太厉害了！开始了。
来，开始吧。你今天有黑眼圈吗？你看我有黑眼圈吗？我怎么知道呢？我这个黑眼圈遮得很好吧？那你觉得我有法令纹吗？你觉得我没有法令纹吗？沙哥的法令纹比较重吧？比较重吧。沙哥的法令纹应该没有晨哥的重吧？晨哥的头发好像快没有了吧？我复活！你们俩绝对不能再复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俩赶紧 out。这个游戏玩的到底是谁啊？他俩一直攻击别人，淘汰他快！沙哥现在心情应该很不好吧？也没有比晨哥的好多少吧？不行了，淘汰！我淘汰。好，来路接不上了哈，卑鄙胜出。你咱俩来吧，我们俩开始吧。啊，我先问啊。啊。想我了吗？想我了吗？妈呀，这么油腻，上来就这么油腻。这是战术，你行不行？你要问他你需要洗洁精吗？那你需要洗洁精吗？我需要洗洁精来爱我吗？你这么缺爱吗？你觉得我看着不缺爱吗？你觉得自己是缺爱了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是缺爱了，你觉得呢？这是两句话，中间有逗号是吧？这是两句话啊，我们要完整的一个问句，再给自己回啊。哎呀，那你到底要爱上谁呢？你觉得我要爱上谁呢？我觉得你爱上了谁，她都应该是个哈密女孩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你这你这个问句问得很好，你这复活。得到了肯定，得漂亮。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是你肯定自己复活。我淘汰了，淘汰我。好，大哥和孙怡，孙怡先问吧。想我了吗？哎，你看他的眼神。而且他抄袭了我的问题，对，这属于抄袭问题，不能怪。对不起，我再来一次啊。手心都出汗了。你喜欢我吗？我咋回答呀？我能喜欢你吗？啊，对，我能喜欢你吗？先淘汰他，再复活他。救我！那你先问吧，沙哥。想我了吗？你来跑男高不高兴啊？你猜我高不高兴啊？我猜你高兴啊？你真是回答。不赢啊！淘汰吧。沙哥，这不是问题。这一轮胜出的就是孙怡。这是啥？天哪，这个是……哎，这个有点眼熟啊，这个游戏玩过，摔过。有些人狡猾。哎呦！啊！哎！啊啊！堂弟，快死了！我跟你讲，一会儿你们就会说你们太狡猾了。你最狡猾，我最狡猾。草莓追击战，九名成员在垫子上围坐，一名成员依次触碰围坐的人，并喊口令“草莓”或“草垛”。喊到草莓时，被触碰的草莓成员需追赶并抓住逃跑成员，逃跑成员需绕圈回到草莓成员起始位置。
未完成的成员则淘汰，直至场上剩下五位成员，他们所在的队伍获得积分，各队根据积分高低决定排名。就丢手绢吧。就是丢手绢。好，来吧。嘿，嘿，好滑啊，好滑。这到底有多滑啊？我这摔一跤铁定起不来了，我跟你说。妈呀，这太滑了呀，这没法跑，没法跑，没法跑，这没法跑啊。三哥起不来了，大哥还没过年呢，给你拜个早年了，来吧。好，我们队先抓。我先抓。你先抓，行。小朋友们不要紧张，草垛，草莓，加油！你快点啊，沙爹！我都快到了，我真的快到了。他咋走那么轻松啊？太无敌了！沙爹，你快点，你再不来我就坐了啊！操你！我觉得你在你不是充触电了吗？沙溢触电了，我去！好，一会儿你们试试，你们自己试试。我们就再派下一位。来了，草垛，完了，草，干嘛呢？垛，啊，他在喊了一圈，他迷惑你们。哎，草垛，你别把自己累着啊！草垛，我已经累得不行。草莓，草莓，草莓，快点！大勋呐！快点，大勋呐！有机会！你自己过于紧张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把自己绊倒了。就是他抓住你了。哦，抓住。对呀。哎。你怎么出去了？咋还出去了呢？考虑清楚啊！看我这敏捷度！草垛，草莓。快走！加油！快点，大勋！快点，你看，快到了！大勋，快！可以！哎，可以！哎，别干扰我这！
这个不算干扰，没碰到，没碰着你啊。这个没有碰到你不算干扰、啊。欧了，OK。你 OK 个啥呀？你都下场了，咱就在这给他弄滑液呗。哎呀，你再教我一下，怎么弄来着？这样是吗？你在嗨方拍就学这个，简直感觉变成蜘蛛精了。好逗啊！好逗啊！走吧！走吧！你是自杀呢是吧？为什么要挑战一个难度最大的？因为我不舍得跟白鹿跑，我怕他。来吧，第一轮结束了，请所有成员就位，我们马上进行第二轮的对决。这次从绿队开始吧。你来吧，你刚才没玩。我去，你体验一把，不是你玩一把，你玩一把。多像一个老太太啊！太滑了，摸索一下，摸索一下。草兔，草兔，草兔，看来好厉害，动了，草兔，哦。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，对，你都快被超圈了，站起来，定，走，睡，起，睡，睡。傻爹，对不住啊，让你提早结束这个。哥，你去吧，哥。好。把蓝队淘汰。哥，你很嚣张啊！你很嚣张啊！为什么？操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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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用力吗？好动，好动，站都站不住，好明显，直接趴他，趴他，趴他，反手抓他，反手抓他，草莓。我都没站起来，我就抓着了。送人头，真的好滑呀，真的好难弄啊！没，没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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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他没了，你稳住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别扒了我，别扒了我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你快冲啊！别着急 baby， 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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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腿长脚长的魏大勋很猛啊，魏大勋，哇，魏大勋加油加油，大勋，哇，魏大勋走两，加油加油，大勋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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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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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这是不是我的位置？你得去他的位置，你得坐在大勋的位置上，我得去他的位置。你们来的第二手剑吗？你已经 out 了。OK， 我们这一轮得分的是白鹿、大勋、坤坤、深深和佳宁。目前比分男队四分，绿队四分，卡其队两分。哇！你看这个脚被洗洁精弄完，你看我这俩脚趾头，脚趾头都往外滑。通过刚刚的比拼，我们已经决出了这个环节的排名。因为蓝队和绿队积分相同，所以你们都获得三次抽卡机会，卡其队获得两次抽卡机会。那接下来就先从卡其队开始抽两张卡。非常的稳定这一天。我们又是最少的啊。我们每一次都是最少的呢。别抽金卡，别抽金卡，抽这回就金卡，把把金。三十二，我的学号。把把金卡，金卡。哇！呀！哇！哇！金卡。哇，这么好的手气啊！哎呀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重复的。金卡没有用、哦、完了，而且那张是你们要的，我们要还有一张，四张，我抽一次，嗯，把他们的金卡抽掉也行，这不是金卡，没关系，咱反正啥都缺哥，哎，没有啊，有，哎呀，没玩没玩，谢谢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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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走赶紧走，这个浪费我们的机会，谢谢参与。欢迎下次再来。你看啊，之前这儿出过金卡对吧？对，这儿出了金卡就跟咱那一样，这儿出了一个金卡，这出过金卡。然后那这个，其实我觉得这儿能出一张，但是三个行不行？这样吧，三十三、四十四、五十五，可不可以？行、啊，可以。啊，三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四、四十四没有，五十五没有。这是都是咱们有的吗？真，全有，全有。差几个？白玩完了，白玩。白玩也都是太难了，这到最后太难了，这么多空位都抽不到。稳了，我们应该稳了。我觉得不能想，就得乱来。我来个幸运数字。哦，又是金卡。金卡，但是我们重复了。再来一个。啊，有呢。哎哎哎！最后一把是不是？最后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还有这个，天幕将，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，真得是你。再来，得是你。再来，这两个选一个。啊啊！这个吗？又是金卡，又是金卡，又是金卡。哪一张啊？四十六，还差一张，太可惜了啊！还差一张，还差一张。我们抽了三张这个吗？我们抽了三张金卡，那没有神算子了呀、啊。那你们没有神算子了，你们已经淘汰了。哦，黄队已经黄了。好了好了，卡奇组今天卡是齐不了。卡难齐。对，卡难齐。来吧。哇呀，体力活。早上就来一个这么刺激的吗？哇哦。这是啥呀？二 B 铅笔。又猜歌啊？唱歌。是我的强项吗？不是。人物画像，每轮游戏中，一名成员站在麦克风前答题，其余九名成员坐在凳子上。当答题人给出答案后，所有和答案相符的成员都需要跑去抢夺桌上的画笔玩偶，并返回落座。坐在红凳子上的成员加两分，蓝凳子上的成员加一分，没抢到凳子的成员则扣一分。最终得分最高的三组搭档将有机会收集画作。听明白了，这个人的回答一定要让多数人站起来才行，或者是让自己的搭档留在凳子上、啊、或者是让红凳子的人尽量站起来，这样的话他跑过去能坐到红凳子，抢凳子，对，抢凳子。那你对我们智力这要求太高了，没有分高分低这个，有红凳子、啊、有分高分低，红凳子分高是蓝的、红的是两分，蓝的是一分，所以往红的上坐。没听懂，先玩吧，先交点学费吧。选出第一位成员吧，打个样吧。
打个样，你去吧。打个样，打个样，打个样。快快快快做红凳子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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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，哎呦，这，谁没坐上凳子就是谁。哎，来，咱俩先。好。真的假的？怎么能让一个没听懂规则的人？没听懂规则。反正最好就是大多数人都得去，你这样成功几率。记住几个特点啊，络腮胡子，两个儿子，络腮胡子，两个儿子，大肚子，大肚子，大肚子。行，来，请听第一题，什么样的人会在你玩游戏的时候拍你的丑照？只有郑恺。我认为，只有郑恺。今天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，穿裤子的人会拍我丑照。穿裤子的要去还是穿裤子的不用去，漏了一下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拿了吗？没有。你也穿裤子要去啊？人家穿裤子会拍。哎，等会儿还有机会。他们同伙还有没动的，穿裤子没动。他去扣两分吧，这得扣两分吧。那我不是没了？没了呀！天哪，陈正远在想，还有比我更傻的人？还有个穿裤子没动的。谢谢哥。好，凯哥、晨哥和 baby 各得两分，其他成员各得一分，然后冰冰扣一分。嗯，还要扣一分，已经开始负分了。对他没有凳子的扣一分。你认为今天录影结束之后，什么样的人会邀请你吃宵夜？不姓杨的。不是啥玩意儿？不姓杨的。哦，你好弄点。不姓杨的。不是啥玩意儿？不姓杨的。就咱俩了，那你去吧。推走了，太狠了！哎呦，你这龙卷风，我刚刚是。白鹿、晨哥和 baby 得两分，其他得一分，大哥扣一分。妈，我都不求红凳子，只要能坐到后面就行。就像哄抢白菜一样，不堪入目。这游戏还是需要点体力的。那哪是需要一点体力？哎。你可能回不来了，我觉得。来吧，你认为谁会在过年的时候给你发一个新年的红包？我。哇哦！乔欣，除了乔欣，没了吧？又是他，又是冰冰呐。这就是一个比跑步的游戏，而且还会撞到别人。所有的成员们是一个合唱队的话，是谁进错了拍子，唱出了第一声？这你得好好想想，别着急。坐下。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。坐呀。不扎辫子的人。什么？不扎辫子的人，不扎辫子的人，不扎。咋了？喝？怎么还拿俩呢？哎，啊，这个顺手没事。你是你扎了辫子了呀？我没有听懂他说什么，然后气氛到这儿了，我就去了。不扎辫子的人上去，扎辫子的不用上去。
我扎没扎辫子？我扎没扎辫子？气氛到了，不上有点不好意思，是不是？关键是特别好玩，我觉得肯定是男生哈、啊。男生里头跑过去，我是最后一个拿到，我想我完了。我一转头，四五个女的还往那跑呢。我确实也是反应了一下。不扎辫子的人。怎么还拿俩呢？收益很稳定。如果有个人出现在你昨晚的梦里，那你觉得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？没穿白色鞋子的人。没穿白色鞋子的人。没穿。我怎么觉得只有我跑呢？原来这儿还有一个。你看，你刚要是换成运动鞋多好啊！我的还真是白的。哎，出门准备时间最久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？40岁以下的人。回答特别好，我很满意。我差点没起来。不穿黑袜子的。不穿黑袜子。这个好。穿马甲的人。这什么？穿马甲。你没穿。先声明，我这是背心，马甲是开衫儿，我一体的。很严谨。我也不是。不，我这儿扯不开的都，我这叫背心。OK。不是马甲，都是马甲。你这不是马甲。我这是马甲，你看有扣子的。我这是马甲。这是毛衣吧？这是马甲。马甲。毛衣只是它的材质，马甲才是它的款式。你俩是一对的吧？那确实是这样。你穿了呀？你没拿是吧？就是你哥。Sit down。才发现自己。Sit down。不是。来，我忘了。刚才可能张彬彬一直在那想，完了，别发现。先声明，我这是背心，马甲是开衫儿。这是毛衣吧？这是马甲。马甲。毛衣只是它的材质，马甲才是它的款式。我也不是。不，我这扯不开的都，我这叫背心。OK。别发现。来，被发现了。我发现这个游戏能看出有没有担当，连马甲都不敢承认了。现在。我在怀疑我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你知道吗？跟着自己心走吧，那就迷糊玩吧。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，你发现被人拿走了，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？跑吧共同富裕篇专属数字藏品即日起在有蛙宇宙平台重磅上线，微信搜索关注有蛙宇宙即可参与购买，更有专属惊喜福利彩蛋等你领取。你点了最好吃的烧烤，你发现被人拿走了，你觉得是谁拿走了你的外卖？头发带点卷的。头发带点卷的。谁把我的东西拿走了？你让人背你。没坐上。又把搭档给坑了。你要管搭档啊。怎么老是你们组呢？我都害怕了，我不敢让他再上来说话了。有些人是保不住的。哎呀，抢椅子还挺累的，又费力又费脑。那是当然了，来喝一个康师傅绿茶，补充活力吧。康师傅绿茶，运动的时候来一瓶，瞬间就可以活力满分。又活力满分了，让他们看一看咱们满分的表现力。耶、yeah.
恭喜前三的成员。哎呀！回来喽！哎呀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。好，沙宝，这不是沙宝吗？这不是公务员吗？应该要点他。哒哒哒哒哒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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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？听说你们要找一位有经验的摊主，我就是啊。沙县小吃节作为全市乃至全省最有特色的节庆品牌，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呢。你们这培养的真的不错，就是这小感觉。但是现在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刚好需要几位帮手，如果你们能帮我照看一下摊位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一些经验。好，请接收你们的任务吧。副本任务三，照看摊位，三组队伍轮流照看摊位，保证摊位中的公仔不被其他队伍拿走。每轮游戏中，守护摊位的队伍一人担任摊主，两人担任跑堂，其他队伍成员则需带上铃铛躲藏在场地内。游戏开始后，跑堂取回玩偶放到摊位上，大声喊出口号，沙县小吃出摊了，即可开始寻找躲藏的成员。躲藏的成员则需要找准时机拿到摊位上的公仔，获得五分，或者坚持躲藏至倒计时结束，获得三分。三个队伍轮流守护摊位，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分发经验值。啊，来回抢啊！哇，感觉是个体力活。这游戏听起来就很累啊。哎，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富含茶多酚的康师傅绿茶，运动的时候来一瓶啊，真的是可以活力满分的。来，给你一瓶，一起尝尝吧。耶、yeah。还挺好喝的。对，这可是真茶萃取，非常的清新健康。这个包装也好好看呀。是啊，焕新上市的，这个颜值是满分，可以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有活力满满。走吧，走。谁先来？分第一的先来吧。可以可以。先来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我们绑铃铛。照看摊位，第一局，本队先当摊主，蓝队和黄队先躲藏。临时摊主是刘先宁，跑堂是凯哥和白鹿。请本队的两位出发吧。哒哒哒，留点体力吧。在哪里？前面，没事儿，咱慢悠悠的。他们躲了吗？然后啥意思？我们藏开始藏猫嘛，捉迷藏，知道吗？你们走着藏。这应该看不到我。我去，这这么难穿吗？这能？哎哎，算了，大家都想到这儿了。去，这也太远了。拿几个啊？这个都拿走。都拿走、啊、真的假的？这样好吗？好累啊。太远了，跑了个中长跑，你知道吗？去，好累啊。好累啊。太远了，真的。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这绝对是一种战术。那你们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好远。你别把自己把它打掉了啊！啊，沙县小吃出摊了。我已经看到一个了。
这躲去哪儿了都？来了。找出来，你的腿太明显了。哎呀，真累呀！快点找啊，有时间了。是不是我藏到最后就算赢啊？我发现了，我不能让他们偷袭。老沙快，老沙快，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沙宝，你就在沙宝里面待着。其实就应该一个人在这儿防着。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藏那儿了。这也行啊！哎呦，我的脖子，还好那盒子够深。优秀，沙宝，你在哪儿啊？我都不知道。这布有点厚啊，这里头。沙哥，我的天，沙哥可以出来了。我不会一会儿自己出不来了。哎妈呀，闷死了！我大脑都缺氧了，这里。肯定啊。哎。黄队 ，Baby 和大勋被找到了，武艺藏到了最后，所以黄队这一轮和蓝队晨哥拿到了娃娃，一彤拿到了娃娃，沙哥藏到了最后，这么牛吗？所以蓝队这一轮获得13分。我就听嗷叫。第二轮蓝队来找人，我们还藏是吧？还藏。地儿了、得换地儿了，要不就不，他们那个抓到你就不行了。还没俩人的来回在这，来回在这抓，那他抓不到我呢？如果他跑得没我快呢？那是啊，那可以、啊，那你就厉害了、啊。但你得在一个位置又能看着他，然后你又能跑。对，啊。蓝队临时摊主是沙溢，跑堂是陈哥和一彤，请出发。出发，走走，藏了藏了藏了藏。我跟你说，我打算藏在我们身后的 VJ 堆里，拿个东西把自己盖住。你们坐呀，坐呀。对对对对。藏不住了，没有地儿了。没地儿啊。没有地儿了。我打算主要是去抢，我的战术就先去抢。有那个草的衣服就好了，隐形。我的妈呀，这咋藏啊？
我有，我有，你别拍我，我有。我不拍，不拍。我看到有一个，左右都有，还在走。你看还在走，魏大勋，我看见他了。到那儿了。没地儿了。你先把他那边。对，给你，你拿着这个就好了，我就站在他边上。太快了，哥哥。你还没喊山野小吃出摊呢。喊啊。啊，他喊了吗？喊了吗？喊了。可以了。沙县小吃出摊啦。出摊啦。出摊啦。怎么样？算了，快喊！喊完了，已经开始了。喊都开始，郑凯都得分了。哦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挺厉害。郑凯是不是躲这儿了？好啊！你就躲在这儿啊？那我没了。哦，肯定没了。战术失败，太明显了。哎，我想来抢来着。哎，晨儿哥呢？那小黄人后面有一个，小黄人的正后方。你出来了！我被你们看，我刚刚被看到了。最后一分钟，还有谁 ？Baby 和谁？白鹿。来出来，来出来，白鹿啊，找到了。哎呀，我们队覆没了，就剩 baby 了。还有一个 baby 是吧？最后三十秒，还有哪儿能躲呀？有吗？没有。我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好了吧？哎呦，是谁送我在这个黄色的车里？你们不对，这样的啊！
记得守护我啊！就你看，全往这边藏了一会儿。我可以把那个地方移动一下吗？他现在就藏去，我给他移到那边来。那儿都躲过了。等一下，他们还没出发呢。我们还没出发呢。太着急了吧，这也太着急了。这啥意思啊？我就藏那儿。明着玩呗，就是。开始。黄队守护摊位，我来守护沙县小吃。出发。那个有草吗？是不是带铃那儿了？那你俩把铃摘了。我没带。来，我看看我的小娃娃在哪呢？来来来，都在你怀里。哎呦妈呀！来，沙县小吃出摊了。来，你守这儿啊。好，我守这儿。来，抓一个。怎么着是要蹭到是吧？哎呦，来让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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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呀、啊？你是？谁呀、啊？你是？被打了一下，我以为来了一个队友，结果无意，不知道在哪儿埋伏着呢。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我都刚刚都忘了。感觉我这娃娃拿走好多了，感觉。我发型都被你打烂了，魏大勋。什么？什么？没事。五一，你在守护我吗？五一，我在。不敢跑远了。五一太多了。Baby 姐好能找。能抓到，哎，我已经被蚊虫给叮得满身都是。最后一分钟，好能躲。还有几个？俩。沙哥、晨哥，凯乐被找到了。
午夜，是谁啊？午夜，午夜啊，午夜啊，有人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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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他跑哪儿的？他穿的内衣。你这，你这还有谁啊？还有沙哥，还有沙哥，沙哥，我觉得我就不用防守了，因为他不可能来偷。别出来了，老沙，你就藏在那个车里。沙宝，你就藏在车里，不要动了。吴毅，你有在守护我吗？我在。他能藏哪儿啊？沙哥能藏地方不多呀。倒计时，在哪儿啊？谁呀？你们真的想我？我才看。五、四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。二、一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衣服我能理解，裤子是从谁身上扒下来的？好迅速啊，沙哥！哇，太厉害了，这！关键是我穿这身啊，我往那一侧头，这咋有一个袋子？哎，你把这白大褂给我行吗？帽子给我，帽子给我，口罩。呀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又回来了。咱仨站一起。捉迷藏变大家来找茬了。你们不仔细看看，这儿有一个穿，被扒成这样的，不仔细看看。太狠了！你们觉得站这儿这个人很突兀吗？这什么导致的他是这样？是你。哎呦，这个好好笑。被扒的就剩裤衩了。真的没想到你扒人裤子，我真没想到他里头还穿了个裤衩。幸亏他穿了个裤衩。